好的，那我把我慢动作把后面的弹完。那希望你们看我的弹法就可以知道要怎么弹。这两个。F，这三根按住，然后小指加上来。继续，这两个按住，和弦是 F Mi D Mi Mi D， 最后这边按住这两个，还有这个，我再弹一次，是这边的悬崖柱。这边最后。好，这就是伴奏的部分。所以呢，第二部分我们弹一次，就是从头弹一次好了。对不对？然后再重复，这边重复总共三次。这边弹，然后后面就，
就回到这边 F 了，有没有？刷扣，伴奏的部分就是这样就弹完了。那主奏的部分的话，请看那个三至零三二至二。